我们要如何维持环境的生命力，节能减废，保护地球的健康？答案就是绿建筑。台达一直以来在绿建筑这领域深耕，以智慧型自动监控系统整合了各项环保节能、回收利用、健康安全等生活机能，在环保节能的运用上，可监控绿色能源的转换应用，从屋顶开始，透过太阳能或风力发电，将电流汇集到充电控制器，再经 PV 逆变器，将直流电转成交流电，应用至室内电器设施上。若有多余的电，则可以回卖给供电业者，但于电力不足供给时，仍可以由市电做补给，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。在自然资源的回收利用上，设有雨水回收的监控设备，我们可以透过雨水收集器将雨水送至集水槽，由交流马达驱动器控制水泵往上输送至水塔，而水塔所蓄的水则可供给厕所、浇洒植栽等，达到水资源点滴不浪费。在安全健康的应用上，透过中央控制室的人机界面和 PLC 智慧监控系统，掌握屋内整体的状况。然而，中央控制系统的 PLC 和温度控制器可聪明地依据大楼室内的环境情况，适度地引用外气，控制空调系统，调节室内的温度、湿度、二氧化碳浓度等。人机界面和 PLC 还可以做聪明的灯光节能控制，整体用电的监控更整合了保全监控系统。台达工业自动化应用为您建构节能、低碳、减废的智慧型绿建筑，一起与环境共生，与自然共存。台达与您一起守护地球，创造美好生活。